尼天能登，大家好，我是玛尼天开拉三能的。我的师傅尼西亚南达大师呢，是印度教最高教皇、普世灵性导师尼西亚南达帕尔玛希瓦上师。在现在呢，正在火热进行的是帕尔 Shakti Devi 女神的她的阿卡西阅读和点化既定三摩地答显的项目。这个项目呢，是我们现在桑嘎最红火的一个项目，就是所有的这个。信众，不管你能不能听得懂泰米尔语，也不管你是新人还是老人，大家都非常兴奋的啊，守在这个电脑前、电视前去等待着女神的出现。因为呢，这个女神的能量场太强大了啊，尤其是在现在新型冠状病毒又开始肆虐地球的时间呢，Devi Parashakti 女神的她的治愈的能量呢，可以保护我们呢从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这个袭击当中呢，给我们祝福，给我们安全，给我们健康。同时呢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发愿的机会，被女神叫到呢，现场用阿卡西解答你的所有的问题，给你最终极的祝福。所以呢，在过去这段时间呢，有太多的信众加入到这个许愿的项目，许愿的过程当中也得到了巨大的祝福。每一次呢，女神都是像母亲一样的，最大的爱呢，最无限的爱在爱自己的这个孩子们，就是我们，所以她给的祝福简直太大了。所有的信众呢，有太多的奇迹的发生，或者有太多的强大的体验，然后也希望大家都积极的去收看这个项目，去聆听呢所有这些信众在得到祝福之后的强烈的体验，他们人生的在短的时间内的巨大的变化。同时呢，也希望更多的同修加入到这个项目，不管你是要去求财富、求健康，还是求人生的圆满呢。你的愿望都会得到女神的祝福的，即使她没有现场的回答呢，也不会，真的没有回答你的愿望。也就是说呢，即使是没有听到她用现场的回答，你发的所有的愿呢，也都会被她去祝福的，你的愿望还是会实现的。这个是今天晚上，在明天呢，星期天的上午呢，是我们的Lingo Baba 这个。希瓦神的光之身化身的这个既定三摩地答显的项目，这个是从北京时间的4点半，早晨的4点半就开始，然后在北京时间的上午8点半呢，这个希瓦呢，他的光之身的化身这个现场答显就开始了，然后在明天下午的北京时间的6点半呢，这个 David 女神的阅读呢就又开始这个项目，然后在晚上呢，10点半。女神就准时出场，给我们做阿卡西阅读以及答显。所以呢，周末的精彩不断，希望所有同修呢都守在你的电脑或者电视前面，并且呢去号召你身边的人一起加入。尤其是在这个地球又进入了这个灾难期呢，Pralaya 有太多的变动和业力的清洗，所以呢，只有我们抓住这个神明的脚步呢，才会在这个变动当中得到最好的祝福。我们也要把这个祝福分享给身边我们爱的所有的人，让我们一起携手呢，去加入到开拉萨的事业的建设，并且呢，去用我们的力量呢，让更多的人找到他的灵性家园，最终极的开拉萨。感谢大家，Nityananda。